Go pee pee, okay? Good girl. Good girl. Are you hungry?必喝的低基金喝完了，我现在要去做早餐做好了。今天吃的呢就是一个蛋饼，然后自己又切了一碗水果，满满的水果是不是看起来超好吃？这个里面呢有蓝莓，有奇异果，还有无花果，好好吃哦！好久没有吃到这种蛋饼了，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很常吃，可是到了香港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了。Do you want a blueberry too? Bubu 最近嘴巴这里好脏，因为前阵子呢给他吃了一点点的健康食品。
里面含了有 cumin 跟 turmeric， 就是姜黄还有孜然，然后它那个会有一点染色，所以把它的这个嘴巴这里弄得脏脏的。周二就要带它去洗澡了，希望它可以把这个弄掉，不然这样子看起来没有很可爱，对不对，布布？再给你一个 blueberry 吧。嗯，现在吃完饭了，我要来吃个那个孕妇维他命，来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呢，就是吃的是这三样东西。第一个呢，这个它是Nestle Mom 的综合维他命，然后我把它的那个包装丢掉了，不过它这样一盒里面会有30颗这种的。然后第二个呢是钙片，通常医生建议你大概可能3-4个月开始就要吃钙片，以防止脚抽筋。所以我吃了这个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有抽筋的现象。然后第三个吃的是这个，它叫做 Materna 的藻油。那这个藻油呢，它其实算是代替鱼油的一种，鱼油会有一个鱼腥味，然后我之前吃过有点受不了，所以呢医生就开了这个给我。我通常就是早上吃完早餐之后呢，就是各吃一颗。有没有人发现呢，我把我的头发剪短了，今天头发非常的乱，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洗完头发马上睡觉，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到处乱翘。不过因为我前阵子实在是太受不了我的长发了，因为我觉得长发就是要吹头发的时候要吹很久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就去把它剪短了。刚刚好像忘了跟你们说我今天要做什么，其实今天的这支影片呢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无聊非常日常的一支 vlog， 因为其实呢我今天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今天是个礼拜天，不过因为最近呢这几个周末我老公都非常的忙，他上个礼拜呢去了成都比赛，然后总共去了5天，然后他这个周末呢在香港比赛，可是因为他比赛的地点呢离我们家还蛮远的，然后每天早上可能就是5-6点就需要起床，所以他就决定在场地附近的 hotel 住几天，因为这样子的话对他来说会比较方便，然后他可以休息的比较好一点。然后下个周末呢他又要去泰国比赛，应该也是去个4-5天，所以呢这3个周末呢都是我一个人，就非常非常的无聊。之前有一些人问说我老公他是在比赛什么项目，他其实呢比赛的是叫做 wake surf，应该就算是一个滑水运动。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安排，是因为我前几天在 IKEA 上面订了一个东西，它今天是12点到4点之间呢会送货，那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可以跟老公吃个饭，不过我要先等到他比完赛然后颁完奖之后呢才能看看有没有时间跟他一起吃饭。所以今天的这个行程呢就是这样，非常的无聊，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要看。Hi, you wanna play? 哦，布布好可爱，他叼了玩具来跟我玩。你是不是怕我好无聊？嗯，好可爱哦，布布。你好可爱哦，布布。Can you roll over? Can you roll over? Roll over, roll over. Oh, good girl. Good girl, 布布。每次叫他 roll over 完，他就知道我要给他 treat。Do you want a treat? Do you want a treat? 小可爱 ，sit, sit. Okay, one more roll over. Okay, sit. You wait. 他都会在这个柜子旁边等，因为这里面有全部。之前大家送给他的 treats， 他知道都放在这个里面，给你吃这个好吗？嗯，好吃吗？好吃吗 ，baby？ Is it good？ You wanna roll over again？ Roll over, boo. Good girl.为了吃你什么都愿意做。嘴巴真的好脏哦。好啦 ,no more. No more, you had enough. Papa? Good girl. Good
Good girl. Hi. Good girl. 好了啦，不给你吃了，你都要变胖了。现在的时间呢是11点多，这个时间呢其实卡得有点尴尬，因为其实我想要带布布出去走个路，可是我又怕送货的人会很快就到了，所以我在考虑我该怎么办。布布看起来就是好可怜哦，好想要我带他出去的样子，给你们看一下。你是不是想出去玩？嗯？Are you bored at home? You want to go for a walk? 有没有看到他很可怜的样子？他现在在地上撒娇，想要我摸他的肚皮。我决定我还是先带布布出去快速的散步一下好了，不然他在家里实在是太无聊太可怜了。刚刚快速的准备好了，我就随便画了一个妆，画了眉毛，然后想说现在先带布布先出去走个路。我忘了跟你们说，我最近换了新的这个 iPhone。 我换的这个呢是它的那个墨绿色的，然后我买的是比较大的那个 size 的。那因为我之前的那只手机呢就是电池已经快要不行了，就撑不到一天，所以这次呢 iPhone 就是开放预定的那一分钟，我就马上在网络上预定了它的这只手机。所以我想说我等一下呢带布布出门的时候呢，可以用这只 iPhone 来顺便录一下一些影片，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顺便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好不好。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我们就等一下见吧。不知道为什么布布最近很讨厌上车子。 Come on， 我要把它拉过来。 Bubu up， Let's go， Come on。 天哪，你在拖地很脏耶。终于把布布拉上车了，它最近很坏，都不愿意上车，不知道为什么。 Boo，Are you ready to go out? Let's go find your friends, okay? Hi! 决定带布布来到海边，我们来到了 The Paws， 因为这里比较多狗狗，然后还蛮热闹的，然后布布也很喜欢跟一些小孩子玩，所以这里呢还蛮适合的。今天虽然外面感觉很热，可是呢这两天呢一点都不潮湿，我觉得香港这两天的天气真的超级舒服的。昨天好像有33度，今天32度，可是完全不会感觉到黏腻。每次来到 POS 这里，就是南区这里，就觉得很放松，因为这里真的有点不像香港的那种很拥挤的感觉。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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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Are you happy? Are you happy, baby? 给你们看看今天的大海，非常的美，是不是很漂亮？来给你们测试一下 iPhone 11的相机的新功能，它不是有3个镜头吗？现在这个镜头呢，它是1:1的大小的，就是它的比例是正常的。然后呢，它有个广角的，长得是这样子，这样子。所以你一打开之后呢，它就可以录到更多的景，只是它会有一点点鱼眼的效果，就是稍微东西会有一点点变形。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然后再来它就是有一个2倍的 camera，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录到更远的这样子，应该录起来还蛮清楚的吧。今天的天气真的超级无敌好的，这里有很多新的餐厅，这个 Sip Song 是他们新开的一个泰国餐厅，我们有吃过一次觉得还不错。然后旁边这个呢叫做粥粉面饭，它是一个港式茶餐厅，是我们还蛮喜欢吃的，因为我们比较常带布布来这里，所以很多餐厅都尝试过了。
来这Good girl.家没多久呢 ，IKEA 他们就打电话来了，他们说大概3点钟的时候会送货，所以还好我刚刚有带布布出去稍微走了一下，可以看到他现在在我后面已经快要睡死了。那现在呢，想说有点时间，想说可以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买到的一些战利品。那我必须要说，我在这一个月内呢，就是购物欲望大增，就突然变得很想要买东西。不过呢，我算是一个买东西比较不会冲动，就比较理性的一个人吧。就是如果我在店里面真的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我是不会马上就是刷卡把它买回家的。我一定会考虑个2-3天，甚至1-2个礼拜。然后如果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话，我才会决定要去买它。今天呢，有2样商品要来给你们开箱。第一样呢是这个 Roger Vivier 他们家的一双鞋子。第二样商品呢是一个爱马仕他们家的东西。这2样东西你们应该会比较想要看爱马仕的这个吧，所以我想这个先来开箱好了。我考虑了大概有2个礼拜左右，我才决定要把它带回家，然后也算是我送给自己的一个30岁的生日礼物吧。准备好了吗？超期待的。这个就是我送给自己的一只爱马仕他们家的手表，看得清楚吗？它是有点珍珠面的，它的这个里面呢还有总共有8颗小小的碎钻，然后呢配上一个白色的这个表带。这只手表呢，它的型号叫做 Cape Cod。 那因为想到爱马仕的手表，可能大家都会先想到就是 H 的那一款手表。不过那一款手表呢，我之前已经试戴过很多次了，我真的觉得没有非常适合我自己。戴起来是这样子，好看吗？我自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它。那因为我当时呢会想要找这个表，是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是蛮适合日常佩戴的一块表。那因为我挑的是银色框框的，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比较低调一点的表吧，然后它也没有太多的钻，所以看起来不会说非常的起眼或是太闪亮。所以我觉得如果平常就是穿休闲服啊，或是像今天这样子一个白色的衬衫，然后配这块表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的适合。再来呢，第二个是这个 Roger Vivier 的鞋子。这双鞋子呢，其实不是在香港的专柜买的，我是在店里面试了 size 之后呢，我在英国的官网买的，因为英国的那个价钱便宜了很多。买到的鞋子呢是这一双，它是 Roger Vivier 他们家的这个 Bicky Viv 的鞋子。我挑的这个颜色呢是驼色的，因为我发现就是我的鞋柜里面呢真的完全没有这个颜色的鞋子。香港卖的价钱我记得是5900块，然后我在网络上买完之后呢是大概4900块吧，其实省了1000块港币，其实还蛮多的。这个是鞋子穿起来的效果，不知道清不清楚。我觉得它真的穿起来很好看，而且好舒服哦。这个 size 呢对我来说也是刚刚好，我好像是买到就是英国官网的最后一双吧，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它。好啦，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小小的一个开箱的分享，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这次挑的东西，可是我自己呢是真的很开心。我的 IKEA 终于收到了，总共有4件东西。其实我这次订的东西很少很少，不过呢它长得是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下，它是这样子有分隔层的这种柜子，然后呢上面的这一片呢它只是一个木板子，然后呢会把这几个就是拼在这个板子上面，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把一些杂物都把它归类的比较整齐一点。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衣柜，现在这里放的是一些冬天的一些厚的毛衣，然后这里呢我就只是简单的挂一些平常比较常穿到的衣服。然后下面呢总共有4个抽屉，这个抽屉呢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到真的有很多
乱七八糟的杂物。那这个呢，放的就是我所有的牛仔裤。然后这些呢，是我健身的衣服。然后下面的这些呢，目前是一些人家送给我们的宝宝的东西。我现在呢，要先把这一块板子移开，然后呢，把这个打开来之后呢，拼上去。然后这一块板子应该还是会放在最上面的这一层，这样子。所以，我们一起来开工吧。Walking downtown and I'm okay. He's got it all figured out. That's what they all say, yeah. Everyone's looking at me thinking that I'm different. Everyone's looking at me thinking that I'm living. But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they all say. It's easier said than done. That guy.With everyone, but it all comes down to you. You are my anxiety. It's more than a feeling. Yay, 我刚刚快速的把它弄完了。现在我把那个原本的那个 glass top 放在最上面这里，然后这中间的这个就直接这样拉出来，就可以拿得到所有需要的东西了。 OK， 我刚刚大致上整理了一下，我发现呢，这些隔层其实还是比较适合放一些首饰类的，所以我刚刚稍微把我的首饰都排在这里，这是耳环，这是戒指，然后这里是一些比较常戴到的项链，然后手表，这个是 Giraffe 的项链，因为它比较细一点，所以我想说把它放在这边，比较不容易跟那些混在一起，皮的手环这些的。这里有一些香水类的，就是之前买的一些 Jo Malone 的，然后这边呢是一些朋友送的护手霜啊，或是一些护唇膏之类的，还没打开的，我就把它放在这边。目前是这样子，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疗愈，看起来好整齐哦，而且如果要拿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直接拿了，带上就可以出门了，就不用找来找去了，很喜欢。Hello， 我回来了。刚刚下午呢，把 IKEA 的柜子组装了之后呢，我就出门了。因为我是出门跟朋友碰个面，然后呢，我们刚刚就随便在外面吃了饭。可是因为我们是随便挑了餐厅，然后就快速吃完东西，所以呢，我就没有怎么去 vlog 了。我突然想到，我前阵子呢，发现布布很喜欢看电视，那。之前呢，我一直以为就是狗狗不太会看电视，因为我以为好像之前有人跟我说过，就是狗狗没有办法看到电视荧幕里面的东西。可是呢，最近呢，我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了一个东西，它叫做 TV for Dogs， 然后它其实呢就是一些大自然，然后呢有很多松鼠啊或是鸟之类的一些小动物，然后布布超级喜欢看的，所以我想说现在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反应，我觉得很可爱，非常的可爱，是不是超好笑的？它看得超级专注的。你是不是想跟电视里面的小动物玩啊？嗯 ，Hello， 可以理我一下吗？电视儿童哦，你看他看得有多专注，完全不理我。你有必要这样子吗？嗯，你有必要这样子吗 ？Hey， look here， look at me， Bill， here。Hey， look here， Hello， 好吧，不理我了。老公回来了， Say hi。 Hi。 你可以开心一点的 Say hi 吗？Hi。 要放进去。
我们现在要来看电视吃冰淇淋，超市找到这个 cream cheese mochi， 看起来还蛮好吃的。你吃的是什么口味？Milk chocolate chip。吃完这个我就要减肥了，不能再吃冰淇淋了，我已经变得太胖了。你已经说了两个月了，要骗你的观众。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嘛。今天老公他拿了两个第一名，超厉害的。我们已经有三天没有好好的见面了，因为他从礼拜四的时候就去住 hotel， 今天已经是礼拜天了，所以就是可能其中有一两天我们有一起吃晚饭，然后他又回到 hotel 了。所以既然你一整天都没有出现，然后一整天都不在家，然后也 一整个 weekend 都没有陪到我，你就来做今天晚上的 ending 吧。谢谢今天大家看我老婆的 vlog， 那记得要 like and subscribe， 拜拜。也太简短了吧。我要加什么啊？我不知道。好吧，也没有什么好加的。Anyways， 那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 vlog， 我们就下一个 video 见吧，拜拜。Walking downtown and I'm okay. He's got it all figured out. It's what they